我如果佢我嘅對手知道我要做轉身招，最簡單嘅方法我就接住佢嗰個 spa 嗰個轉身啊嘛，係咪？咁我好難入啦。咁記唔記得我再最早之前講咩啊？除咗上面脱單之外，仲有下面脱嘅脱單。咁你今日撥開佢咯，呢個都係撥嚟噶嘛，你唔單止呢個撥啦，撥開佢脱單。我唔需要你脱單，因為脱單太多嘢練啦。我哋需要你，你本來是入第一下轉身招，誒佢捉到你，撥開佢，夾住嗰只腳啫，淨係做到咁樣啫，我唔要你落住 ，OK？ 只不過捉你個 sense。但係假如你一攞，佢冇接到你喎，咁你咪有轉身落咯，明唔明？咁我而家要你練咧就咩？就係你分散佢嘅注意力。OK， 分散個注意力。OK， 你想攞上面 ，OK， 佢防到啦，咁你就攞腳。OK， 哇，咁你如果你直接喐下喐下，你直接攞到就攞上面，咁你嚟落咯。OK， 哇，就係咁樣練下，一人一次交換。OK。